有一个观测站的网站，它一直下载不下来，而它每天哦，它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等这个网站下载完之后，它把底下的这些东西贴到哪里呢？贴到 Excel，贴一个啊，换下一个怎么换？台北，它不是这个卷动有没有？哎，台北换对不对？它再把它复制贴，然后再换下一个主子符。你会发现哦，光这些就这么多了。这个只是一个县市哦。如果新北市呢，又一个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全省这么多，全部加起来可能有几百个。他每天的工作哦，就是要做这件事情。好，他说老师用比较快的方法，我每天做这件事情，我都觉得哦，而且就干脆找个工读生来，找工读生还有点浪费。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哦？可以最好怎么样？按个按钮，他就应该可以了解那个逻辑了。他只是希望怎么样？哎，第一个先这个先第一个，然后这个底下先切第一个，先抓第一个，然后抓完第一个，这个动一下，把这个抓过来，这个抓第二个，换这个抓，换第三个抓，好、哦，那、啊、其实可不可以？可以啦，好、哦，而且非常简，也不能说简单，是办得到了哈、哦，所以。后面我会跟各位讲一下吧，我这边 demo 一下，我这边有已经做好的，就是可以把资料哈、哦、直接把它抓下来的这一个，诶，这个范例是诶不是股票的，这个好像没有下载到，OK，那这个程式码的话哈、哦，云端上也有了哈、哦，所以你们其实也是一样啊，这些都是 take ID 里面的概念，好、哦，然后呢最后，但是这一个地方比较难一点，就是说。因为它会有切换的动作，因为它会有个清单，所以这边会多需要一个怎么样呢？建立一个让那个测站的那个清单改变的一个事件，所以在 IE 物件里面，它有多一个方法叫 create event。create event 是增加一个事件，那所谓增加事件，就类似说你滑鼠点击的那个动作，它可以去做模拟哦，它可以模拟那个滑鼠点击的动作哦，那它的名称呢、哦？就是诶，叫做什么？劝举的一个 event，就是改变嘛，对不对？那劝举 event 呢，把它放进去之后，它就资料又重新来了。然后这样的话呢，它就一个一个的就可以把资料呢全部通通都把它抓下来。所以如果说你们想要试试看的话，其实可以这边其实也不用开一个新，你就是开一个新的范例，开一个新的嘛哈。然后把我云端上面的程式哦，直接贴过来就可以了，因为这程式应该直接可以拿来用。这两段，一个是清除哈，一个是直接抓。那有兴趣同学的哈，可以自己玩玩看。那基本上呢，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逻辑哦，把它直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。它执行的话，我这边 IE 的 visible 哈，我是把它设为 for，把它设为 true，我这边把它注解掉了，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。基本上的话，执行之后哈。它一样呢，不过我这边隔5秒钟，因为我怕说之前哈、哦、有没有发现，好、哦、有没有？但是它跑很久了，不过至少比人跑还快了，对不对哈、哦？因为它就是劝举，然后哎资料不是底下更新，它、啊、再把那些东西放到本来是下面一个一个 TD 吧，然后再把它丢到我们的 sale 哪一列的 sale 有没有？第一栏、第二栏、第三栏、第四栏，一个一个的把它放进来，那、啊、它就一个一个往下，一个往下放了。好、哦，啊，只是多学一个东西，就是你要建一个劝举的 event，劝举的就有点类似像你点滑鼠那个动作，那也就 IE 物件哦，它也可以模拟任何你要点击的动作哦，所以基本上你看得到的，你也可以建一个事件，那基本上不就会更新资料不就下来了吗？所以网络上的资料，基本上你看得到都抓得到了。好，OK，只是说你可能还要花一点时间，好去了解。那请各位试一下，我刚刚主要一先试着哈，把刚刚的那个我们东吴这个网站上面的数位人才这边这个抓下来。好，第二个的话呢，我又延伸讲了一个，就是有关 IE 物件的一个，等于是这边有个观测站，我连接有放在这边了啊，相关说明也在底下，好，你就这边看一下啦。大概应该都知道这个吧，好，OK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那这个如果会用的话，你会发现啊，网络上很多人问说，老师为什么用 Create Table 抓不到的东西，像会有清单，那怎么让它可以
抓到有清单的东西，其实把这个改一下就好了啊。网络上很多啊，像之前好像，不知道哪一个银行的一个同学，他也是每天要抓那个银行，不知道哪个银行网站上面的资料，因为银行网站也会有下拉嘛，啊，你要下拉之后，它才会卷动，才会底下的东西才会动啊。那如果说你直接抓它没有动，它就抓不到资料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哈、哦，所以如果用 query table 啦，录制聚集来做，哎。跟各位讲是做不到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卷动，它不会有资料下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用 query table，刚刚那些讲的方法都不适用。那如果说呢，你假设那些网页啊都一定要卷动，或者是说还要 click 一下的话，那你可能就可以用刚刚我讲的这个方法。哎，那你会发现大部分网站不就都这样吗？对不对？那也意思就是说，只要呢能够在浏览器被看到。而且能够被点击、能够被卷动的，才显示出来的资料，那应该都可以全部下载下来了。OK，所以基本啊，当然还有很多细节啦，包含就是说，可能抓资料里面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啦，比方 server 端的相关问题，像我上之前跟各位讲那个 get 跟 post，它的参数可能会隐藏，好，那你要怎么把它的参数隐藏那些参数也把它再抓出来？在模拟有点像浏览器跟它互动，啊，这个部分的话，当然也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哈。不过那些暂时先不用理会啦，我想至少你可以抓得到90%的那些网页，应该我想基本上足够你去捞那个资料 data 了。因为很多人要分析资料，但是没有 data 你怎么分析？对不对？而且我发现那个分析师如果每天都在那边。土法炼钢的话，好，不是很浪费时间吗？公司请你一个人在那边复制贴上，多么浪费，对不对？而且有些那个研究员，他的薪水那么高，去做这些事情，不过很，那些人怎么办？还是要被逼着来学这些东西吗？如果不然的话怎么办？他们可能有很多的 know how，但是他没有 data，他就没有办法展现他很厉害的那个点。好，所以这些有时候还是被逼着一定要学会这些自动化的手段工具。